金钟影帝赵又廷冲着超高人气代言连锁咖啡，今日特别出席活动，体验担任一日咖啡店长的感觉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揭开。不断的赵又廷传出不满父亲赵树海管太多，导致父子反目。对此，赵又廷也特别澄清：“我跟爸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们每天在家里见面都会拥抱啊，然后我都会告诉他今天发生什么事啊，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怎么讲，他会看我太累，然后他就会很心疼吧。”是这样子而已，那我们俩没有完全没有不和或完全没有翻脸这些事情。出现一连串的负面新闻，赵又廷直说心情并不受影响，强调和家人及朋友的感情也都没变，只能说新科影帝的头衔并不好当，也别怪媒体拿着放大镜检视他的一举一动。搜狐娱乐播报，台北报道。